欢迎观众朋友再过转到节目嘅现场，今天是我们好嘅单元，带下来关心嘅是两长时间移动同美国之间嘅冲突。韩国呢，今天请到嘅专家是系列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李传田教授。教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教授，我要提一个问题，就是想问你讲吼，像礼拜啊，那个美国吼同那个移动之间啊那个冲突，看起来系会打起来了啊。问一下又不用打起来，就是听人来讲一下讲，你啊事情该调来问起嘛。主要你啊看时间呢，就讲诶，就是去年现在2019年的年代开始讲啊。年代时间呢，美国打伊拉克的大使馆呢，又本伊拉克人、韩国、伊朗打伊拉克代人冲落去。烧掉有条树啊，烧掉东西啊，好，过了呢，美国是用飞行器来打，佮按到建筑党的个总部，用个叫打击呢，佮认为俩事情呢，就系基本个你讲个主讲个个苏莱曼尼基计划，用咩来打美国的大使馆，用咩来攻击的，所以呢，美国的可能个事情呢，来去不得了嘞。所以用买美国为讲，因为1979年的时间，但伊朗的为所的美国大使馆呢，有50米长的美国的公务人员呢，是个外交官，跟伊朗的人呢，大使馆占领，被伊控制了440日，对，年龄，所以美国上下都会讲。所以呢，是伊是讲俩万人来计划的，最尾伊认为的是按照个样伊朗个长官按照苏莱曼尼计划的，所以呢，其实是利用机会，刚好切掉了，是几个按照选民啊，选民来讲话是讲按照了白啊，是吧？是同美国讲，讲你只人呐，你只长官，哪日会到哪位？哪年为打叙利亚，还有个黎巴嫩转伊拉克来了，所以你情报不一地道嘞，所以其实派个无人机啊去打击，主要眼睛呢，你要摆事情是样哦，个人打嘞，个当然个伊朗个都受不了嘞，个最佮穿过来天意的人物的，所以呢，个伊朗人民讲其实保守啊。个保守当然啦，你美国人打了，人必须保守来解放的。所以解放呢，是在你让人啊长官麦特之后呢，上任之后，后面呢，差不多5日啦，人批其实来用个飞弹来打美国、打巴格达的军事基地，所以你啊前来每日去呢，就是这样来发生。主要呢，你。东岸地盘呢，大家看到前两日那里讲的东西的细节，大家是不是紧张？讲哦，这一排会太战咯。哎，大家好多礼拜，美国同伊朗会打起来呢，可能会中东再个发生安尼，像系安尼波湾战争安尼个情形呢。哎，大家是惊啊，惊个哟，美国台美国美国惊，所以全世界人是惊，因为全世界人都冇希望佮打起来嘛，因为基隆山打起来时间。大家买个石油、天然气啊，亚视是不是贵嘛？哦，某某个伊朗啊，现在是全国人哦，是因为两人那里长官没达到而报销，而报销五日后计划呢，是那种个直接的军锤来打伊朗的个咩个美国的个基地。好，那地位就叫个，同人讲个前先前机关呢，是讲个要个美国。不然打倒的时间，用个个上岸带条呢？是啊。大家咧是想唔解？其实咧，爱解因啊，因为个最大眼睛嘛，个呢啊。跟住伊朗哦，打8号早上了1:20来打的时间，飞弹猛打出去，已经到伊拉克个伊只个度内阁总理了。哦，是用个啲行政院长讲是错啦，讲啊。哎，你几多点几多分？哎，飞弹打过，你哪家军事基地？好，韩国伊拉克就行政院长啊，
这个主要呢，内阁总理，内阁总理啊，当然就通地米格了，就哦，隔八分钟后，在伊朗的飞弹会打到哪家基地？他到了米格就对了，八分钟来讲，不你所以了白米格用来讲，莫打西板将军，其实该刚好莫谈开是两三层路讲下来了，因为伊朗埃文州是莫诶，要打以后变成台战。因为伊朗佮咪降战啦，因为佮要么打你啊全世界，那你可以讲每只国家打一张美国啦，所以认为世界落去特殊条个冇必要呀。所以伊打的原因为全国一家民众个怒气压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个报销，绝对系报销，但是报销又冇本因，而怎个打来的？所以我咪打比较节目是讲过，你冇肯听。伊朗人，伊朗是另外你讲安喏，波斯人啊，波斯人呢，伊立国有四千年呢，到今汉春才的世界有三四千年的国家，像伊算有几多只？佮汉帅，佮头脑啊，未像普通人新的国家样的，冇经过历史哦，冇经过人打仗来留下来哦。该想法冇强了，所以我就讲，你冇看见诶，波斯人啊，佮今年四千年后汉帅，对啊，所以你讲马其顿帝国啦，嘛罗马帝国啦，嘛全个全部出啊，对，佮伊朗啲波斯汉帅，佮有佮智慧，佮有佮头脑，所以你阿爸认为佮伊朗采取个个放进方个步骤非常聪明。先生，我想问下你讲。佢大師咧，佢以龍嘅天以後人物係個少將，啊，你個蘇萊曼尼佢到底對啲以龍嚟講係個重要嘅人，還個佢個性了解行為，送希龍嘅蔬菜全國哀悼。哦，咁係啦，佢李阿將軍咧主要係以龍嘅，我哋講第二將軍物啦。第二將軍物是佢嘅安喏盡心亮秀，就佢名安喏哈米尼嘛。嗯，哈米尼其实这一台精神领袖啊，对啊，像台湾阿啲台湾来讲，按个蒋公诶精神领袖，你阿去汉帅也精神领袖，其实下来挺将军物，比总统还厉害，佮比港府政府莫总统还厉害啦，但是港府上佮是比总统啊，但你莫看你阿白个伊朗个发生的时间，伊朗总统莫港府啊，总统党委伊莫讲几多议会啊。好，尊重个按哈米尼讲话啊，所以佢呢，所以哈米尼非常信任嘅人，也系好朋友。主要佢呢，1937年出世嚟啦，当老啦，就话人讲佢系中东亲有影响力嘅军事将军呢。佢主要打伊朗大嘅按到新昌。新昌郡啊，新昌郡，新昌郡买咩？新昌就是耶路撒冷啊。该要是说耶路撒冷的意思，爱另外关于按照新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，所以佮带系耶路撒冷该郡锤按照该只利，该利也冇几多年啦，才冇两万三天啦。但是呢，佮主要负责国内安全，然后国外对抗美国，还有全世界嘅两百人都收集资料，按照情报。哦，所以每一旦每两手，而且还得亲薄，两位马克思先记得非常采访啊。好，韩国人呢，佮叫利亚打个叙利亚、打伊拉克、打黎巴嫩，按照真主党，叫该人们来解放对付美国、对付以色列，全部佮解放的。所以李阳英呢，当然掌握亚洲美国上收的机啊，所以佮也影响力咯，打伊斯兰的十一派哦，佮非常有名的人啦，哦，还对国内呢名望非常大，佮宋朝或者大家第一个人山人海啊，还我对台湾来讲过对，唔单止在国内，但现在伊拉克啦、叙利亚啦，还我佮黎巴嫩真主党，全部佮影响力当台，爱两个十面以上，爱有几个黎巴嫩。哦，俺一看简直低啊！你看你莫看到现场，因地养因的影响力，条件养因是伊朗因，伊朗了黎巴嫩了，至少差了少讲了有几千公里了，所以你坐飞机去，
去到个黎巴嫩时间，两片的路做掉个像，比如选美，还是也不反正是谁咯？是个民主党的啊，个民主党的人家提下的，又没将当代人服的一样人，所以个相片里边，个大家民主党的去选条就会个像，哪一只个路按照路灯那个。诶，两片诶，起非常大，全部是条条街上，你是可以是对，你安尼唔得啦，伊啷个人上的，但黎巴嫩真主党哦，真主党对白来讲吧，啊，人上的个非常大型，所以你啊，美国你啊，白啊，决心诶，讲莫谈了收台机哦，也有几个创然的想法吧，对美国来讲，因为几计划两百年来打以色列。两百年都打美国的人，所以人家对美国来讲是当上脑筋的人，所以伊把认为是恐怖分子这样子。那你看美国同按全球移动个这样大事，不过移动个反应挺公个，跟某些会发生过太冲突。不过听以后你问呢，听以后你问同个大事嘞，移动系安尼轻轻的放下，跟他大个个军事基地喊事前同个通知，安尼你咩咁过于是？奇怪嘛？这当然是啦，但是来讲，听你讲过，伊朗人哦是波斯人，唔系人王啊。佮地一全世界，全世界包括还有俄罗斯来讲，佮最强的国家，人冇应该啦，咪佮你啊对打。所以何况个伊朗个只小国，也八千人、八千万人呢，错啊？佮伊啊多年日本个美国安落经济制裁，所以你啊人民也痛苦，所以佮啊地。你啊打美国，都去正面来打，正面来打，个切就打唔成。第一，你也打落去，唔但伊朗会像伊拉克一样；第二，连科梅尼留下来个政权，所以哈梅尼个按照伊斯兰什叶派个政权都会被美国打垮。美强攻，给人可比对外发动全面性太规模的战争，给人自家国内咪会乱。那当然了。所以佮莫想到美国直接打原是原因是啥？第一打唔让，第二唔但打唔让，打莫佮过去后，这个政权，这个什叶派制度，可能都会被人打散。所以那阵是强调，佮波斯人那个头脑唔会硬啊，所以佮弟弟啊硬唔得。但是唔打又做唔得啦。佮爱你也听你好，面子问题，面子问题。系啊，爱你也佮听你好，因为不因打脱了，所以爱你也冇少做唔得。所以呢，其实打美国的军事基地，佮听人讲过，打一下有小可同你讲，哪有时间来打？所以佮打了，因为佮川普，学讲学木谈都小秘密出来讲了，讲木谈小秘密出来讲，哦，了解事情呢，要是您已经示弱了。你是讲哦，佮讲佮这个暗药嘞，啊，那你是两百事情是算的，知道吧？佮你也普通莫连事故，你也佮美国的军事基地没打过，打多少些？佮天台事情呢？讲木头佮岩壁莫讲嘛个，像什么布希了，佮国贸几点钟岩壁是发生怎个打转去？但是两百呢，美国冇安稳做，人美讲个伊人讲哦，你让还是让你？佮唔系哦，主要个川普的嫌疑。先生，你先去困一下，下半场继续来讨论。那是上半场内容哦，下半场继续过来关注了行动的需求。再个转到节目个现场，先生，刷点上半场个话题吼，一摆美国反应看起来没咩强烈嘛？按伊拉克嘞，伊拉克发生个蔬菜系投伊拉克啦，大美系打伊拉克个基地啊，伊拉克反应看起来一向就是不满美国的。当然啦，伊拉克当然不满美国的，对啊，因为伊拉克底下，昨天讲个一家还冇建立啊。乜嘅行军军事咯，乜嘅喺美国打伊拉克控制人，所以当然伊拉克人民政府
全部都无满入美国，所以国会还投大票要求美军离开。对啊，所以个议会还投票全几乎全票通过，系美国等，所以外国跟随离开几个国家。当然，你也是全世界因为影响个啦，大家因个国家你个。你的政府冇肯你講乜，乜個談嘅美國人講，我嚟講，大家已經冇翻起啦。所以咧講嘛，所以伊拉克人呢是投票，美國喺我其他國家人做啲係正常嘅事。後來我哋講過，大家會想話，伊朗到伊拉克，因為是好是反？因為特別伊拉克同伊朗關係係好嘅嘛，所以更加軍事重量先會投伊拉克嘛，係咪？啊，不過後來連大家觀眾可能都想到，伊朗同伊拉克投牌还是熊大够熊死够呢？嗯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也不要讲遐啦。搿就是2002年上面，哎，美国是打伊拉克嘛，搿打海推翻海山呐。海山呢是逊尼派的，逊尼派是在非搞地方一派，很厉害的伊拉克政府的什叶派，所以伊宗教啊派别冇强人。所以咧，两沙个个排片冇强壮，世界超过两沙国家咧，然伊朗西好西坏，个海山接近的时间系逊尼派，个伊朗系什叶派，系什叶派嘛吼。是啊，所以两沙是大战打半年，当时也对哦，当时美国也支持伊拉克哦，当时美国，所以讲，头摆海山咪系美国。扶起来啊！头摆美国会支持海山来打伊朗，是吧？哦，到2003年之后，美国打伊拉克打散嘞，所以美国也低了，因为三分之二伊拉克人呢是什叶派的，所以美国总的掌国扶持逊尼派人来啊，跟什叶派人按道绝对扶。冇辦法扶逊尼派，所以美國就想更加咧扶什叶派人行起來。好，所以呢個政府係什叶派。好，呢個伊拉克嘅政府係什叶派，佢係伊朗就係什叶派。佢當如何兩殺強壯嘅宗教強壯嘅派別，所以呢下兩殺會當何人認真嚟啊？講冇談到呢下嘅伊拉克大地係伊朗大家控制啦。对伊拉克佢即个冇辦法做嘛，是伊朗係誰的安泰，所以全部問伊朗控制，所以為伊朗到美國到伊拉克直接打起來原因。那奇怪，美國明明提供你啊，施加派只對那個美國係卡冇優先嘅，佢好愛扶持人哋國家。你冇辦法嘛？對啊，美國當時咪當然啦，我聽人講啊，你張國夫海山的逊尼派，那三分之二的什叶派因為反對啊。所以不得已是扶什叶派，但是他就归田了。你什叶派地方个咩个政府诶，按照总理哦，总理诶个什叶派人啦，按个个按照那议会个议会个那议长啊，就系逊尼派，伊就不耐天理了，唔系讲摸了。所以大体来讲，还是什叶派人哦，佮掌权呐。先生，你听住讲到咧，个伊朗对伊拉克咧下个政府个影响力动态哦。个当然啦，你啊伊拉克你也冇跟随，伊拉克你也是要警察的，美国唔肯要跟随。啊，我个偷摆东西全部打坏掉咧，重新的建设马萨东主权，日来台地美国个世界东主权啊，所以你也军事来讲话，台地来谈伊朗个指使啊，因为只有伊朗。来帮助伊拉克，才有办法把伊拉克在里面那个很多诶外国的军队啊，外国因的势力啊来夹走去啊。嗯哼。所以佮这个夹唔着诶，靠伊朗。所以讲，先生这样来讲哦，你哈伊拉克同美国的关系可能又会有变化咯。伊拉克系冲突了后。哦，个伊拉克诶，那美国当然啦，没伊拉克的呢，全。阿拉伯世界、回教世界，大体来讲，唔会支持美国啦，也唔会想诶美国的势力大概存在。个咩伊拉克定啦？个厉害嘅沙特阿拉伯啊，或者其他阿拉伯国家，因为强壮，哦，你可能变到沙特阿拉伯、约旦，让美国安好。埃及个大个啲啊，个国王让美国好，老百姓
并冇动脑玫瑰，冇动脑玫瑰，冇想到玫瑰头。搿老百姓要了解，就爱国方用不老玫瑰头，就原来老以后唐人话因为经济来帮忙哎，第二搿行业中哎，系唔老国方好，后来老国方推翻了，所以佮当无奈冇办法吧，所以台地政府老玫瑰当好，老百姓。但玫瑰是挺反感的。先生，可比你哈可比玫瑰吼，可比推出那个中东了后，还没跟你们维斯讲，像系那个俄罗斯个系列啊，还是讲那个其他国家系列是唔易咯？尤其后你哈当竞争同中东。那当然啦，玫瑰的系列啦，你要来讲伊朗的问题来讲嘛。虽然你也看到台两方唔会打起来，但是玫瑰佬伊朗的两side竞争，两side个纠纷咯，唔会结束啦。所以美国就讲了，还能加强这经济制裁。所以美国的实力绝对冇可能会退出中东。美国去主导呢？你看，你要大家去想，个波斯湾以西全部阿拉伯国家，个产油国全部美国地位受火的啦，台湾那全部受火的。所以只有海军基地、空军基地、陆军基地全部在阿拉伯国家里，就唯一美国你也冇办法控制，就是伊朗东部。伊朗东部一大片的个土地呢，基本上海域产油，有波斯湾的个海水扁豆沙，你不开始就油了，你啊，该全部就油，西方个阿拉伯国家呢，波斯湾西方阿拉伯国家全部受火来了，知道吗？是冲着伊朗没受火，所以美国历任总统，美利海总统的。又来十几个总统是想让伊朗的受火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伊朗的民族性其实没想不一样的控制，所以一来二来你也让阿拉伯国家穷让的立场几乎没想，因为爱什叶派你也逊尼派几乎没想，所以美国历任总统没办法摆平伊朗，俩就系美国最上脑筋的，所以美俩总统咧，以前总统、以后总统没上，绝对捍卫了伊朗继续来继续来两三来竞争下去，所以美国的实力绝对唔会离开波斯湾。唔会离开，不过那片东幅草，其实家一枪没魔法兔处理到东后呢，五府那片都不慢呐，系咪？咁冇办法嘛，因为美国是看内沙嘅利益大。佮是向来偏一只国家，所以波斯湾你也佮认为佮个利益很前台，所以呢，佮你也唔会便宜波斯湾。但是咧，你也佮也有讲，川普咪有讲咩？美国唔是中东个石油咯，哎呦，佮有讲咯，美国用埃及个石油，埃及个拿嘞，埃唔是中东个石油。页岩油嘛，兄弟哈。对啊，你也美将眼镜呢，用个个你也白按两三美国佬伊朗两三按竞争按厉害时间打起来时间。在伊朗莫讲封锁霍姆斯海峡，伊朗从头到尾莫讲，偷白创下讲，偷白美国三分之一的油会到波斯湾出来，第二下就美国总统讲埃及个拿嘞，唔是靠中东的石油嘞，所以伊朗既然莫讲封锁波斯湾咯，你讲你要把伊全莫讲，咁马英九认为伊朗最好的朋友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底下三分之一的石油打波斯湾霍姆斯海峡出的。所以在台独呢，又是伊朗最好的朋友啊。所以你要把冲突同盟，佮莫讲封锁和睦在想，佮第个对美国莫冇个好处，反而会上当个朋友。所以讲，慢你阿们是看到了个中国台独个力量，其实慢慢慢个，你到了个中东来了，系咪？我讲当然啦，中国台独个力量，韩国诶、俄罗斯个力量，早就打中东咧，就让美国竞争啦。俩系叙利亚。可以讲，习近平俄罗斯那些也实力来讲啊，你看伊朗是啦，中共韩国、俄罗斯两杀，出明打下那个飞弹呢、啊，跟您看到个地板零件也太溜啊，个可以讲个飞弹地板个又到蓝天还能太溜走，所以不可能去弄为让俄罗斯让中国啦关联。恶化冇可能啦，主要叫利用佢来帮助咧对美国的。所以讲，总结来讲吼，你哈除脱了中东地区以外，高派之间嘅争议之外，你哈世界嘅列强，你哈美国嘅片竞争，
更来更复杂呢？哦，当然啦，中东的为什么是听我哋讲嘅？因为呢，基于个厉害嚟讲，是叫石油。石油呢是全世界台湾嘅三分之一嘅个沙文亚斯个霍姆斯海峡内啊，我哋叫卡达麦，系嘛？所以个石油咪强壮啊，我哋差唔多因为差唔多20%几。全部都是完全的，所以台湾当然是可谓中东的石油是当重要，所以其他全世界啊，你看日本啊，有咩啊，台独有咩啊，全部可谓石油啊，所以无人会想到中东的个势力对撇开，大家才留意好的眼睛来。唔但系我石油，大家应该就容易为用得咯，一般系收你看咯，佢系金矿系猛肉打字哦，你系石油用得咧。南部的金矿长得快翻，所以你按你来做。